第4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将于2014年10月3号到12号在中国广西南宁市举行。昨天，国际体联官员到南宁市中心体育馆对第4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场地进行实地考察。国际体联官员先后参观了南宁李宁体育园、广西体育中心体育馆。每到一处，国际体联官员都仔细查看、询问场馆设施的配置、规模、灯光等细节。他们对南宁的场馆建设等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